大家好，我是大家老朋友王重阳道长。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一段视频。这个视频呢，是老虎走上了高速公路。不知道是发生在哪个地方呢，但是听这个视频里的背景音乐呢，应该是印度舞曲，像是就是让人听了一听就想跳舞的那种，想听了就想跳舞，应该是印度的，而且听他们口音好像不像俄罗斯的，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印度人都是说英语的，还是有他们的当地方言的，像是印度的。在高速上碰到这只老虎，虽然说机会很少，然后就是说比较幸运，如果换作我们自己在高速上碰到老虎，然后把车停下来的话，我来讲，我还是感觉有点发怵的，因为还是害怕这个它会不会拍碎玻璃，还是没有像这个视频当中这么淡定的。